我哋有请李建龙、张 Julia。走的倔强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怕了又追，你到底累不累？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？如果说你对感觉一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李杰龙在这个时候都要听下评判意见，不如就问下 Hi King 啦。开头咧，佢出嚟 opening 嗰阵时有少少紧张，但系咧跳跳下咧就越跳越顺，同埋感觉都几好。好，咁啊，跟住阿京，李杰龙不嬲喺前嗰20系跌晒 walk 嘅。因為覺得佢唱歌感情唔係好到，但係呢首歌好啱你唱喎，好似。多謝老師。你唱得出呢首歌嘅味道，又唔似王力宏，咁我覺得你今晚嘅表現係近呢幾集嘅最好嘅一次嚟。多謝老師，多謝吳國敬老師。李建龍，將個台交俾你。想做遍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
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跟着来有请第二组，大远期李建龙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呢组可能就酷啲啦。哇，好似睇紧世界杯嗰啲咁样啊！而家系咪古波胆啊嗰啲咁样？啊，究竟呢一个系上盘啊，定系咩盘咧？咁样见到阿龙，哇，全身红当当，系咪激起晒嗰啲斗志啊？尤其是对住阿戴婉琪喎，呢一位亦都系非常之强嘅合唱对手嚟。你点睇呢位师姐？要同师姐学多啲经验，舞台上经验。師姐有啲咩想講？其實於天龍唔係李建龍，李建龍講錯，李建龍把聲真係一流啊！我好欣賞佢，佢唱得好好啊，真係。好啦，都係唔好講咁多嘢啦，不如唱吧啦，係啦。我哋聽呢首歌《讓我取暖》。自信的没几个，而最暖心的还是你。回程的机票在手，也许明天就走，除非是你留我。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去玩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去玩。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。一直到天黑散了，谁也都不要离开，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。别太晚，别太乱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去玩。谈情感，谈孤单，谈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去玩。如果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。只是让我取暖，直情好像要烧起嚟咁滞啊！哇，好啦，我想问一位评判咧，就系佢都应该见好多咧歌手合唱啊，好多嘅表演啊。问下 High King 啊，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点咧？哦，我觉得咧，佢哋嘅和声咧都好合拍，好呼应嗰个感觉好强，系啊。咁啊喺个舞台上高，大家个眼神交流多唔多？到中间 chorus 附近咧。他們在兩邊走入那個感覺非常之好。哇，兩邊走入啊，咦 Water 扎行馬又要講一下。李建龍是很喜歡紅色，紅色是給到他信心，但我覺得信心這件事是來自你自己怎樣準備你自己，那你怎樣裝備你自己，怎樣去努力。那我覺得今次可能有戴婉琪幫助你，你個人輕鬆了，你的表情豐富了，是沒有說你自己獨唱的時候個樣咁戇居居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兩個表現係即係真係好舒服，望落去好輕鬆，好開心啊 ！Water， 你真係翻咗嚟啦！亞洲星光大道二嘅第四名係李建龍，恭喜你！
李建龙，嚟到呢一刻，你最想讲嘅说话系？我最想讲嘅其实系，我觉得已经行到今日呢个地步，已经系非常之幸运，觉得好好彩，因为行到今日呢个地步系我谂都未谂过。咁喺呢个比赛当中，令我学会，无论喺咩环境都好，都要学会去接受佢，同埋去。我谂你已经赢咗好多，赢咗好多 fans 嘅支持。你哋会唔会继续支持李建龙？我哋会继续支持你嘅。我哋再一次用热烈嘅掌声，恭喜李建龙成为亚洲星光大道热嘅第四名。